KKBOX 呢日就举办香港风云榜颁奖典礼，露出条小蛮腰嘅 Joey 就同六位嚟自韩国嘅靓女 dancer 一齐喺台上面表演新歌，大跳劲歌热舞。对于原本同 Joey 合唱呢首歌嘅 Big Bang 成员胜利，就因为接连爆出丑闻，仲卷入性招待事件而宣布退出演艺圈 ，Joey 都话觉得好可惜啊。好可惜啊，因为对我来讲、或者对观众来讲都是一个、可惜的事啦，遗憾的事啦。而这个合作本身是由一个合唱变成今天独唱，因为其实上个月开始他就很忙，本身这首歌有很多后期的工作是需要到他帮手啊、去参与啊，最后都要叫停，所以对我来讲就、好可惜啊。因为他是即係我好欣賞佢啦，好聰明啦，好有才華啦，咁所以就希望佢快啲冇事咯，係啊。但係無論如何，身為 Big Bang fans 嘅 Joey 都仍然會繼續支持到底噶。咁都冇辦法啦，咁同埋希望即係佢哋嘅歌迷都冇咁唔開心咯，係啊，知道偶像有問題咧，一定係會好大嘅打擊嘅，咁我哋。作為歌迷的都會繼續支持 Big Bang 的。